你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？你若执意要保他们，我就保不住你。保不住就弃了。嘴里念叨，可心里还是挂念着。我没有。你醒了。我是担心你。 回来就好。这三个月辛苦你了。对不起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吗？你怎么变了吗？魏无羡，你还不清楚现在的局势吗？你是皇后，将来我要做你的下人，你就做我的下人。忘了吧。虽然我知道以你的性格，肯定会一直记着的。